心我意，意中之前，实为我心。是是，路上。嗯，有那个在哪里？哦，你看一下我什么活动可以介绍。上一期介绍到了那个怡亲王，其实那个就是皇子的音乐嘛，对不对？是是。这该不会只有巡访吧？我觉得不可能。就把祖先接完。嗯，是龙嬷嬷吗？靠北在骗我。这个吗？我所以套上来就可以了。你呢？出城才买。要买什么东西啊？这里的没得，我自己在私底下那边点。哦，有给你来信了。所以跟他培养友情啊。好，那些重点呢，就是免费得到苏圣培，苏培圣啊，那也可以继续解下去。